当我发现我的日本女友差别对待。Later， 你在那个你在中国店每次吃完饭，你为什么要说谢谢？你在日本店吃饭，然后你都不说阿里嘎多，你在中国店吃饭就要说谢谢。日本是喜欢中国，所以说谢谢吗？啊，说了呢。说了。而且，那个大力妹的吗？他是重庆饭店，但是那个老板是成都人，我一直在跟他说。用那个成都话，我们两个在说。我晓得。哎。我晓得。都可以变口气了呢。呀，你在你喊妈妈电话的时候，嗯，我晓得，那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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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那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。西城，西城的口头禅，四川话啊。完全听不懂。那哒哒哒哒，我晓得。